好，我们的阖家平安啊，在甲辰年我们看得到金龙的表演，赐福祥瑞，祝福大家都能够福气满满。好，我们现场进场的呢，这个是传统金龙团呢、传统龙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好、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鳞片金光闪闪。来，我们场域来退开，注意安全，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危险。金龙献水功，苦霞更吉祥。上心感谢着咱三重光明社金龙团。来，小朋友哈，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我们现场，如果你家长有带小朋友的，请帮忙，一定要把他们看顾好。然后你随身有重要物品的啊，一定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我们现场看得到咱的金龙啊，开着这个大小门啊。这个金龙团呢，考验的是什么？团队的默契哦，每当去修万呐哦，这个龙啊，要如行云流水一般。所以呢，咱一句话咧讲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哦，这个龙啊，就要像行云流水这一般。这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一项民俗艺阵。祝福大家天运甲辰年能够看到金龙团的表演，都能够拥有非常多的福气满满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赶快来拍摄，来拍照纪念。祝福大家金龙年呢都能够事事如意哦。好，来欢迎着三重光明社啊，是不是来了一下咱重要的干部小婷呢啊，咱们颁发我们的纪念品啊，这个纪念铜锣，金铜锣，谢谢我们三重光明社。待会儿我们一起礼请咱的少武姐姐下定啊，咱的技术人员，等一下再一起合照吗？来，我们龙阵一起入境好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神龙啊，哎，做个画面，做个画面。啊，谢谢三重光明社啊，来帮忙摄影留念一下，谢谢我们辛苦的龙胜老师们。
谢谢谢谢三重光明社，谢谢哦，一整天辛苦了，感谢就咱三重光明社来赞助公菜，继续必要咱社管也当社务充盈啊，在完工程天地老妈来支持来扶持，感恩谢谢咱三重埔光明社。好嘞，哦，接下来换幼幼班的小。